群创去年以650万片的面板出货稳居 4K 电视市场的龙头，今年还要更拼，因为研调机构预测了今年 4K 2K 电视出货有50%的成长幅度。三星还有 LGD 今年的出货目标上看1100万片，要来挑战群创。